哥姐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的钢丝球去刷锅刷本了，坚硬刮手掉碎屑啊，而且呢还有划痕，非常的不安全。现在呢咱可以换成咱家这款钢丝洗碗抹布啊，它呢非常的柔软啊，而且呢不抽丝还不断丝，也不会有划痕啊，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好用。像咱平常清洗个餐具了，清洗个厨房用具了啊，清洗个瓜果蔬菜了，擦个灶台了，擦个油烟机了啊，都是不在话下。而且咱家这款钢丝洗碗抹布啊，不会说像那个钢丝球一样会藏污纳垢有异味啊，咱家这款钢丝洗碗抹布呢使用之后稍微拿清水一冲洗啊，就特别干净啊，不会说存在那种藏污纳垢有异味的情况。而且咱家这款钢丝洗碗抹布呢好事还在继续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9.9发30条的钢丝洗碗抹布了，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8.8，还不够啊，另外老弟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8啊，倒数是整30条钢丝洗碗抹布，厂家控价之后呢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啊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撸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啊，如果是7.8倒数30条的话咱赶紧去安排。